今天晚上就靠你了，我要给你画玲玲啊！今天晚上的舞台剧好好表演啊！哎，今天好像是我拍 CYC Channel 哦。哎，等下先，让我做最final的打镜先。可以。Perfect, marvelous， 你可以上台表演了。Three, two, one, action！ 呀吼！ 欢迎收看我们的 CYC Channel。现在就是我们的12月份，在12月份里面，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圣诞节。在圣诞节，除了有非常棒的派对，甚至有我们的这个购物狂欢，当然也少不了我们要在 FGA CYC 一起观看我们的舞台剧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小组的话，赶快加入小组吧！因为小组就是一个小家庭，帮助你在基督里面成长。因为上帝的爱呢，能够让我们彼此扶持、彼此鼓励。我们的小组呢，分为有中学、大专、职青，还有家庭与三人小组。如果你还没有小组的话，赶快加入吧！ 弟兄姐妹，你有读圣经吗？本周的读经进度是我们的《生命记》7到13章，经文背诵将是《生命记》8章5至6节。因此，你心里要明白，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。 所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路，敬畏他。你想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语言是心灵表达的窗户。弟兄姐妹，记得不只要多背诵，更要多说神的话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就可以透过 online transfer， 奉献至全备福音堂，汇款资料如下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受洗日期将会是12月20号，还有12月21日。凡受洗的弟兄姐妹都必须参与我们的受洗课程。若您错过了我们这两周的课程，请向您的组长询问补课详情。12月是充满欢乐的月份，为了迎接圣诞佳节 ，FGA CYC 全体总动员施展浑身解数。Reach out, love love， 把爱传出去。 并为着接下来的百胜女王歌舞剧进行热烈的邀请宣传。除了历场的夜市街头步道，他们也开始街头报佳音，有的派送免费早餐，有的进入邻里、医院、关怀所等地方进行探访。这一班年轻人的爱与热忱已为圣诞佳节掀开了序幕。你开始把爱传出去了吗？ 让我们一起邀请身边的人，并期待更奇妙的事会发生在这12月吧。一225百胜女王如火如荼展开排练，同时我们的祷告勇士们也同步为这盛大的125欢庆火热的祷告。如果你错过了上周的祷告会，可别错过下周的哦。下周祷告会仍然为中午和晚上两个时段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就在一225百胜女王歌舞剧的排练现场，这里你可以看到各路人马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娄烨排练，甚至已经5天5夜了，当中还听到有一些拍摄团队上山下海去取很多的景点。观众朋友，你怎么能够错过这么精彩的歌舞剧呢？何老王后，你为何痛哭呢？他们这样对你，应该杀了他们，自己当上王。不过，你一个人是不行的，我会帮你实现梦想。我的名字叫莫吉。
一次的舞台剧绝对会带给你最大的视觉冲击。在这个视觉上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，做了20套的衣服是从海外寄回来的，大部分的歌都是原创。这一次我非常期待说能够带给你所有的观众不一样的感觉。赫拉女王。